么一定不可以掉欧朗？为什么？因为欧朗魔法。今天呢，好假，大王哥夹不到。夹不到？为什么夹大王哥？王母娘娘想要，一开始我换了200块。他还会再换？哎，他再换不会啊。帮你们特写一下他的笨样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家伙？哎，他怎么卡在那边呢？好了，我们可以算了，他已经。他已经浪费30块了。我已经投了多少了？30块，不行。怎么办？中到这个了。哎，他中大奖嘞！这个怎么办？帮你们特写一下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太厉害了吧！这个夹得下去吗？不可以。哦呦，哎呦，滚到后面去是？七月了，还没。哦，快了，今年农历6月27。那我们看一下他无言的表情。觉得那只大王哥离我越来越远，我就说吧，他等一下就会换钱。我是不是要换钱？他现在自以为他是天才小钓手，在那边甩竿。当然啦。哎，你去哪里？无言的表情。我觉得他就这样笨笨的卡在那里。他又再一次失败了，他手上的零钱快不够了，他准备要换钱。我了110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人家会不会以为我在收证啊？收证这个人是干嘛？偷娃娃的？偷娃娃？还偷不到？我夹娃娃好吗？你知道从我这个角度拍过去，人家只看到什么吗？他们只会看到你的夹子下去，然后上来又只剩夹子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不，好会翻哦！再来一次。我好像越动越糟糕哎。怎么办呢？啊，我有办法。钱再换多一点。除了这个办法。还有那个啊，打破玻璃。不行。我们上次测试防飞剑的那支凶器剑。不行。我觉得越夹越多钱。我就说吧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钱人的背影，这个就是有钱人的背影。换1000块。没有 money 啊，换什么1000块？没有利息耶。你 money 多多啊。波兰。哦，讲脏话，禁播。我跟你就说波兰。波兰也是脏话。波兰也是脏话。哎哎哎。浪费。
你住在泰玛丽隔壁啊。我们来看他什么时候还会夹到电线。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保家王子。保家哦，这会5000块保家？哪有？哦耶！什么？本来想帮你配音的，突然想不到。哇，他竟然夹到了，花了210。没有了，我以为保家要到了。我花了240。哦，240。我去夜市买一只给你，可能不用240。我觉得这只夜市买应该。Made in 越南。Made in China。好，中国字的。我觉得这只应该只有150。建议可以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就订阅我吧，拜拜。